有了，我们一哎呦，那不然买这个要干嘛？你看电线那么多，买这个要干嘛？不是要掉下去的，你掉下去你不要喊哦，这是救不到的。因为你刚刚飞的就是在扇板跟杆子之间。你要怎么样？你说哪边？你刚刚是在这个杆子下面飞过去的耶。对啊。你不小心就那一个失误。大一个。啊，如果你觉得那么大一个没有问题。太美了。